至于怎么罚呢？忘记，你看吧。家规，三百遍。 忘记，你且先解了魏公子的禁言。江姑娘和江公子，也是忘机向我说明了原委在。兄长，他放进来的？看来你也没有那么的不近人。 错则无君，云梦湖多水多，我们一定能帮上忙的。不必。那么两位公子，便随我一同下山吧。我刚看你神色，好像有点想让江氏两位公子一起去，所以才答应的。难道不是吗？ 忘记从小就很执拗，所以魏公子当年忘记看着你修习轨道，他嘴上不说，可我却知道，他内心的痛苦与迷茫，就像当年看到母亲一样。哎，蓝湛，你和我。 魏无羡，可是藏色散人的，正是魏长策公子和藏色散人之子。The tea is exceptionally good today. 你在想什么？水行云，啊，我买一罐回去。不行，魏无羡带着几个听学的子弟偷偷喝酒，结果被抓住了。 二公子也在其中，这后背上的伤，没有十天半个月，可能难以恢复了。啊，我这伤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恢复啊！我与你指一个地方疗伤，恢复的会快一点，避免影响学业。多谢泽无君关照。南湛，这种好地方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太不够意思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 泽无君让我进来的呀，哎，蓝湛。